大家好，我小张，一个捕食万两仔。现在的话上午11点多，我10点钟起来上了个小的，然后就没怎么睡了。昨天晚上3点多睡的，昨天晚上没有失眠，真的，因为我本来是在外面睡的，但是外面风太大了。我靠，哇，吓人了，真的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我靠，外面在下雨啊，难怪起风了，这下麻烦了，真的麻烦了，你要整得我失眠啊。我靠，这下是真的难搞了，寒潮。我靠，我的天，我靠，我有点拉不动了，还是搬到房子里面，发现那个有点高，但是用力一点可以上去。想办法要爬到房子里面去，真的，不然的话会失眠了。我靠，晚上风太大了，车子就放这里，应该吹不走吧。哦，看吧，终于能进来了。隔壁那两间的话是从后面翻的，这个的话是从这边翻，看着挺低，实际上外面挺高的，很不容易拆上来，真的，那个玻璃也是关的，没办法，一塌糊涂，还要收拾一下。今天晚上就睡这里了，帐篷提前给他收拾吧。我靠，那这地方不能睡，有风吹着。我今天晚上的话睡这个地方，真的是吓人了，这个风，如果睡外面肯定是睡不了的。凌晨1:50多了，刚才弄这个帐篷真的太难收了，要搞那个帐篷塑料袋。哎，我的天哪，累得我满头大汗。唉，明天的话可能到那个海宁岛吧，入住小宾馆，真的扛不住。除非，唉，真的，你要在海宁岛逛一圈的话，确实要住。不住的话，除非那个上面有废弃房子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靠，风这么大！我上次在西藏才听到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，风声居然在这里也能听到。唉，今天晚上的话就不管几点钟睡了，顺其自然。我靠，不会吧，防雨罩都给吹掉了，因为我没绑嘛，那个车是防雨的，没什么大事。真的，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搬进来啊，在这里面睡的话挺踏实的，如果在外面我就失眠了。然后刚才的时候，这个床都变形了，可能螺丝松了吧。哎，我的这个在这里，车子没有倒，还好。吃点这个巧克力吧。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进来的，还好他那个门没有关。昨天晚上的话，放炮放到了凌晨1点多吧。但是不影响我，因为我3点多才睡。哇，中午12点，你看吧，蓝天出来了，大晴天了。东西收拾好了，12点多一点。今天确实是，大降温了。刚才收拾东西弄了一身的汗，先稍微歇歇，然后再出发。今天没下雨，昨天晚上，空气中有毛毛雨，但是没有下起来嘛，还好。就是刮了一晚上的风，哎，不磨蹭过多了，接着出发吧，还要去岛上转一圈了，转一转。哎，我这个电量应该可以稍微转转了。我靠，从那边过来不到1公里，看吧，老天给我开到一个玩笑啊！我的天，这边还有这个房子啊，过去看一下吧。我靠，这边这么大空地啊！你看吧，这应该是以前的厂房吧。我靠，真的是跟开玩笑一样。哇，那边还有啊，先让这边看一下吧。
我希望今天到岛上有空房子，真的。我个天呐，味道有点重啊。哎，在这里转一转吧。被子，哎呀，厕所，哎，这边就没了。短裤，哎，怎么进去的？这边怎么这样的？哇，乱东西有点多。我靠，也这边的话，房间不好进去，被堵上了。哎，这个条件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个好。那个，昨天晚上那个阳台应该有1.4米，那个窗户啊，应该有1.4米高吧，就爬上去很费劲。这一排房子好像不是一个单人间，很小的，几平米吧，然后带一个厕所，就是这样的房子吧。这个不行啊，太小了。看来还是没有错。我给大家看吧，你看看，这个房间是这样的，这不用那个木材挡住了，特别小，这个不适合搭帐篷。这个地方没有昨天晚上那个好。昨天晚上的话，我是在那个下面垫了一点木板，那木板的话很滑，好不容易才上去。你看那边吧，这边之所以有那空房子，是因为这边有那个工业园还有矿区，所以是遗留下来的。哎，赶紧上岛吧，我非常期待能看到海，真的。我之前骑行了1年多，我都没看过海，因为走的不是沿海路线，而且没有特意去看海嘛。这边村子人还挺多的，那个海宁岛的话是一个镇吧，好像是，上面有9万多人。哇，这个村子还有这个小摩托卖的，小电动，村子挺繁华的，前面就要转国道了，我的天！哇，前面有红绿灯啊，前面要转234国道了。转234国道了，前面还有几公里上桥了，那个应该是跨海大桥。我看这边吧，小宾馆都有了。啊，还是去岛上吧。现在已经转234国道了。我靠，这个路况就是好啊。哇，这个应该就是海吧？你看吧，这颜色不太好看。这个桥怎么这么低？我还以为是一座高架桥呢。啊，上岛了，上岛了。这个海没有我想象那么壮观。哇，前面就岛上了。刚进岛的时候，我靠，发现这边有个这样的东西，我感觉是那个废弃房子。过去看一下，这么破旧。这边停了2辆车，我过去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是不是。哎，我靠，有奥利给！然后里面奥利给的味道很重很重。看一下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上去吗？我靠，这种车怎么来的？这个地方感觉不太行。靠，这边鱼腥味挺重的。打鱼了。哇靠，这里面一塌糊涂啊！我靠，奥利给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全是奥利给，难怪没有人在这边露营。这边搭帐篷，什么情况？我靠！我靠！全是，那边是干嘛的？哎，这边还是看到地上纸巾了没有？哎呀，我靠！难搞哦！哎呀，可不行啊！这栋大楼被奥利给占领了！我靠！下面的话风太大，这一块味道挺重的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永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我多好，从不再走。我靠，海宁岛啊，过去拍个合影吧。我靠，海宁岛啊，旅游区。茫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，想把每朵浪花激情，想要做些什么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有把它放在心。哇，这边太奢侈了吧，给骑小电动的修出这么黑的路。我感觉那边是废弃房，不过那门是锁的。我靠，放养家鸡，这边有个家常饭店，野生海鲜，这边很多人在这里吃海鲜吧。那边还让那个招手吃饭呢，这边。但是我现在不饿，刚说那个士力架。我靠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岛上还有这种地方。草原来的风车，这种景象确实是太惬意了。哇，这边停了这么多车啊，这边吃饭的一大堆呀、啊，真的。哇，农家乐、橘鸡，但是我不饿，这就比较难搞了。坐满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看到这边吃饭的这么多，这边饭店一个接着一个，全是来旅游的。你看吧。这个山下的房子是吧，我感觉这个地方的话跟江西农村区别也不是很大。我靠，这边有海鲜自助啊，海虾28，哇，濑尿虾啊12元，还有那个鸡啊，说什么也吃过。舌尖上中国还拍过这里吗？泥焗鸡，真的今天可以考虑吃一个嘛，但是现在不饿。这是农村吧，那里有两座高楼，开到了。然后那边的话，一排房子，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能不能过去？我靠，前面又过隧道了。今天把灯开起来。啊，走完海上丝路，微景区啊！那这个隧道没多长啊。哇，你看到旁边的高楼了没有？马上到镇上了。哇，那边还有那个客房。大宾馆，前面就是镇上。我看到落脚点找到了，把东西搬上去坐电梯。在镇子的旁边找了一家那个客栈。这个条件我感觉不错。130块，当然觉得可以。先给大家看看条件吧。这是厕所，是吧？我靠，金的，东西也挺齐的，海面镜子。哎呀，马桶又有不行吗？无所谓了，这个也是金的。我靠，好奢华，真的。然后的话，电脑是吧？我看了一下，这边还有吹风机的，网啥的，挺可以的。然后的话，床的话也挺干净的，真的。主要的话，窗帘也还好，空调也可以开。我看了一下，那边有开关。哎，这个花130还行，也是插那个房卡的，挺方便的。反正不亏呀、啊。这边的住宿超贵，都是好多都几百块的。我们也到镇上，等着去镇上看一看，镇上就前面几百米。这边看的风景也不错，你看吧，那边就镇上，真的。还是挺好的，真的一个旅游区，130这样的房间，可以。不比那个110的小宾馆差，是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先去镇上转一转吧。这边车子挺多的。哇，这边的这个小酒店的话，肯定是几百块钱一晚，有点小贵。我看吧，这个酒店谁住过？这边小酒店还挺多的。我靠，这也太值了吧！那边还有饭店。我靠，看到一个江西老表的车，干西呀。阅兵都不是本地的。我靠，你看这边的饭店吗？姜葱炒蟹，可惜很多海鲜我吃不了，人气爆表啊。给大家看吧，这边共享小电动也挺多的，这边楼房建设的还算挺好的。我靠，这个酒店谁住过？看起来不错，可能挺贵的。这个地方阴凉，太阴凉了啊。这种旅游度假区这车就多，我靠，这边都是很多都是外地的，基本看不到几个本地车吧。来到了这个沙滩边，这边骑那个自行车，卖椰子的，哇，挺热闹，这个人气，滨海美食，滨南美食。哇，在这里真的超级的舒服，那里逛逛海滩吧，好，真的没看过。这边卖串串香的太多了，
这边有个公厕，海岸线好吧，看一看海岸线吧。真的，这里面沙子太多了，我的天哪，这踩上去不得一鞋子的沙子。这边人还挺多呀，我感觉这边也不比海南差吧。这个海浪波涛汹涌啊，这边玩着太开心了，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游玩。哇，再见啊，波涛汹涌的海岸，人气杠杠的。哇，这还是其中的一个海滩，就这里戏水呀，很惬意的挖挖沙子。哇，波涛过来了。哇，喜欢这种波涛汹涌的感觉，应该穿个拖鞋过来的。哇，今天的温度是7到20度，非常的舒服，一点不热，凉快了。这个时候来这里合适，搞得我都不想去海南了。这地方是挺好的，真的要注意安全了，这个水还是挺冷的。哇，这边还有这个大帐篷睡懒觉的，现在的温度16度，确实不热，睡懒觉很合适。我靠，那边都准备钓鱼了，钓不了吧？太汹涌了。救护人员，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，对，不要下海游泳。不要下海游泳啊，注意安全了。这温馨亭是挺好的。哇，看到这一片这个树了没有？这个是那个椰子树还是什么树？真的太惬意了。这边卖椰子，要不买一个算了。这个河还挺硬的，这个椰子的话，10块钱一个，感觉河也这么大，大小都是10块，啊，挺好喝的，感觉不贵啊。我靠，感觉这个椰子有好几斤重，它里面应该有一升的那个椰汁吧。喝都喝不完，真的。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拍摄角度。这里卖吃的也太多了吧？确实很有人间烟火，你看吧。哇靠，这里有个中餐厅啊，真的搞得我都想探店一下，真的。这边还有卖那个甘蔗的，都有。这里才是真正的海洋公园。哇，海宁岛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哇，玩的挺开心的那个车。哇，啊，这边排队拍照都排不赢啊！你看吧，这个酒店房间好多啊，这个酒店的话更多，我感觉有几百间房吧，应该可能都不止。哇靠，因为游客太多了，游客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实力。哇，像这个季节的话来这里是吧？太享受了。这边垃圾有点多，天天打扫垃圾，确实丢的太多了。接着去别的地方逛逛吧，真的这个地方挺好玩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你看吧，这边还租那个小电动的，但我感觉不用，这边共享单车很多。小马电动，这边小电动挺多的，不用租，直接在这里耍就行。哇，关东煮，这边都成了东北人的。哇靠，刚才真的是太拥挤了，真要命了。现在过终于过去了，湖南的车在这一块能看到这个海岸线。哇，那边好像还有那个热气球。哇靠，太帅了吧。挺多的，飞那里去？那个天空中有个风筝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。哇，过来了！我靠，这边还钓起鱼来了！哇，在这边钓鱼，挺惬意的。看到没有？那个上面是什么？回去了。这边还能遇到两个粉丝来的，真的有的比我还社恐啊，难搞啊，我也是有点社恐。
我靠，还是先回去吧，手机快没电了。这个车这么霸气啊，这个房车坦克一样，头都是大的。这边还有一个海景房啊，我靠，这不是开玩笑了吗？这么堵啊，我估计海南那边是更堵啊，搞得我都不太想去啊。你看吧，贵州的车牌啊，我靠，那边开保时捷的广州老板，这个车不错。车子的话就先放在这里，找个地方开饭吧。我的天，你看这雕像是渔民啊，出海捕鱼的形象。这个鱼这么大一条啊，哇，刚才问了一下后面纯牛奶卖完了，难搞啊，还没有纯牛奶。我靠，刚才在后面每一家纯牛奶四百，哇，好冷啊，这个风刮的好冷啊。这边都是开小闷闷之类的那种，点点小吃吧，感觉没不知道吃什么，这个来一点，非常传统的小吃。刚刚在后面整了一个这个小吃，那什么，感觉有点不够，再去弄个饼吧。哎，兄弟们开饭了，在这里吃吧，挺好的，角度不好。我们还想弄个那个手抓饼的，不好拿。这量感觉还是不错的，哇，好凉快，真的。下次出去的话，走另外一条线路，再逛一逛。这个岛的话，一天就可以走完。海南的话要走好几天。海南听说那边，这样非常火爆吧？我感觉这个地方也不错。主要是这个地方消费比海南低很多，风险还好。就是有点堵车嘛，也不，这地方也不大，那感觉挺适合过来散散心的。反正这个地方还不错。明天的话就往那个阳西线，这个旅游地的消费还是，比一般的地方要高嘛，但是这个地方还好。那个所有店开业的话，要到二月份吧，要到月底的时候。如果不去海南的话，直接去广西了。我感觉广西的话，是吧？拍视频各方面优势更大，那边又空房子多，风景好。这时昨天出来的有点早了，今天差不多。好吃，吃饱了就行了。在那个大餐厅吃那个，比较贵的那个饭菜，我感觉有点放不开，在这里放得开一点，分量还可以啊。生活的话就这样，该停停，该走走，该美滋滋就美滋滋吧，该舒服就舒服，该难搞就难搞吧。今天又是美滋滋的一天，哇，跑了一天，看一下多少电，34%，应该超过100公里了。今天晚上什么电？明天的话美滋滋，哎，这样就完美了。没有把你充电器里放。哎，这只猫干嘛？它是不是饿得不行呢？哦，它黏着我干嘛？它老是跟着我，它是不是饿了？饿了干嘛？还是？晚上也出来逛逛吧。这晚上的话，没有白天那么热闹，温度比较凉。
哇，那边有放烟花的，咱们过去看一下吧。我靠，这个烟花这里卖。我靠，过去看一下，太远了。我靠，这好猛。哇，过年的氛围好重啊。哇，太喜庆了。海岸烤吧，太喜庆了。这才是过年，你看吧，这个烟花玩的，我靠，太溜了，真的，太完美。我靠，这个烟花好看。我靠，过年的氛围出来了。卖泡泡，卖烟花的。这边确实热闹。还有卖这个，哇靠，这才是人间烟火的感觉。我靠，可以。哇靠，这栋大楼也格外的明亮。这边的小网风扇还是蛮大的，晚上有点凉快了。看到没有，那边的炮放得好猛啊。坐坐车也挺好玩的，真的，这地方我感觉非常推荐了，确实挺有意思的。哦，这个地方浓浓的烟火气啊，真的，这个地方我感觉挺好玩的，真的。我靠，那个店里那个鱼那么大一头，那一条啊！看吧，这里有个超大号的超市，商场来的吧？这里有个那个宅坡瑜伽风情街，过去看一下吧。真的，来了好好逛逛。我靠，这边人有实力啊！这是跑车吧？真的，我一看那个车肯定很贵。渔民仔饭店，你看，主题酒店这里，阳江十八仔，逛一下这条街吧。我靠，这确实很漂亮。哇，这边很多都是卖海产品的，但是那玩意的话，我不太敢吃啊，容易痛风。我靠，这地方也太漂亮了吧，真的。我的天，这里有个这么大的展览馆，你看吧，宅坡海鲜市场，海鲜我不太敢吃。这个地方挺漂亮，这个房子弄的。我今天的话本来想买个那个苹果梨的，促进一下消化嘛。这边好像没看到有卖，在那里无狮子了。我靠，来超市买点东西就回去了。有水果了，买点水果吧，我的肚子有点油腻。你看吧，这边包装好了的，买点。这边还分了的，这边有卖菜的，到时候在这里买菜出去吧。稍微买了点东西，准备回去了。手机太没电了，没充电了，就简单买了点这个柿饼啊，两个苹果，一瓶小水，消费25.9。吃点这个柿饼，
那个超市的话，小猪、牛肉啥的都有卖。明天补给号，直接走路一地，往阳江方向了，不对，往阳西。我发现我容易长胖是因为晚上吃的太油腻了，真的。以后改成吃水果了。嗯，之前骑自行车，为什么后两个月胖回去了？因为后两个月是吧，老是点烟硝，